大家好，我是罗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乐见音乐中心的音乐小课堂。三行是中阮初级曲子，看似简单，但其中包含了很多中阮的技法，比如说轮奏、滑音、泛音，还有带轮。泛音是这首曲子的特点，要求清澈明亮。曲子中的滑音描绘了佤族少女柔媚的形象。滑音与调式的结合，也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特点。现在我们来听听山行的片段演奏。好咯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见。